亲爱的毕业同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栗县县长徐耀昌。六月，凤凰花开满校园，灿烂的火红花瓣，耀眼却透露着许许的离愁，似乎正宣告着毕业季节的来临。毕业真好，在各位即将踏出校园的这一刻，除了恭喜之外，县长在这里还有三项美上加美的祝福要送给大家。一，美志终身学习。同学们身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，要培养时时刻刻学习的态度，学会如何解决问题，并从学习中体验生活的美好，因为唯有不断学习，才能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。二，美行具体实践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。所有伟大的梦想，都是经由不断尝试与行动，才得以实现。在这里，要鼓励同学将梦想化为实际行动。在追求成功的学习路上，脚踏实地，持之以恒，相信大家一定能获得美好的成果。三，美德，美心修德。道德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，知识却无法填补道德的空白。品格是影响人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，期许同学培养高尚的品格，懂得自律自重，合作互助，感恩回馈，共创祥和美善的社会。近年来因疫情肆虐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如过往的紧密，但距离的疏远并不能改变我们对美好人事物的追求。未来的世界充满着挑战，也暗藏惊喜，期许各位同学勇敢追寻梦想，探索万千世界，盼望大家都能努力实现三美人生，开创属于自己的美好前程。最后祝福各位同学扬帆远航，鹏程万里，祝福大家。